感謝天父，如果你可以起身一起來到親近我們的主，哈利路亞，主耶穌是真奇妙的，我們全心去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的大恩，多謝耶穌的大愛，多謝天父同我們一起，主我們全心感激讚美你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的大恩，多謝天父的大愛，主同我們一起。
心敞开，这意志这释放，我因你安稳真理里，我决定献举受敬拜，因我要唱唱唱，每当你爱敬拜，我要永远忠于你太爱，我要永远忠于你恩爱。
我哋真系好欢喜你，我哋真系好中意你，我哋需要你，耶稣，我哋需要你，耶稣，我哋需要你。主，我紧靠你，挨紧耶稣。主。
一生，我全心爱你。多谢耶稣，耶稣我爱你。Oh,
欢喜嘅心，我欢喜耶稣，中意耶稣，我需要耶稣，亦都好愿意服侍主耶稣，好愿意服侍主耶稣，好愿意俾神使用。因为我哋有一日我哋要见耶稣嘅面，当我哋真系服侍主爱耶稣嘅时候，神就会使用我哋。我哋经历圣灵，唔系净系经历。我们受训练去侍奉主，有一天我们见耶稣的面，耶稣说你是良善和忠实的仆人，就是最美好的称赞。首先我们跟神有密切关系，祈祷会真的祷告。我是姚牧师，我是训练人侍奉主的，我在香港和世界各地都有去训练侍奉。我八月尾去以色列，我十月会去九月会坦桑尼亚，十月我会去肯纳，我四围不同的国家，我很想训练多些人服侍主。如果你愿意的，你上网 YouTube 找叶牧师，你可以找到我。你在 Facebook 找叶牧牧师的牧师找到我。外面有些单张，我有礼拜日和礼拜二，礼拜日下午和礼拜一下午和晚上都有侍奉的训练，可以提升你的生命。你有兴趣可以找我们的，主祝福大家。因为我们最重要，我会训练人如何经历圣灵，随时经历圣灵，随时带着神的能力传福音和建立灵命，你们都可以的，你们都可以，你可以被神用，你可以被训练兴起。